咁啊，3月18日咧就係 My Radio 10周年紀念啦。咁啊，記翻喺即係兩季之前啦。咁啊，我就加入咗 My Radio 呢個大家庭咧，就主持馬場 USB 呢個節目啦。咁到而家就睇住 My Radio 咧，就邁向10周年啦。咁啊，亦都睇到有好多支持 My Radio、支持教主嘅朋友，亦都支持我哋節目嘅朋友咧嘅數目咧，就不斷咁樣增加。咁啊，10周年咧係一個唔簡單嘅日子。咁啊，我尤達亦都好衷心希望咧 ，My Radio 咧能夠過好多個10年。正所謂人生有幾多個10年，最緊要就係活得痛快嘛。咁我就祝 My Radio 10周年生日快樂！生日快樂！喺咁多年嚟咧，點解仲可以咁即係咁樂意地去義務地喺呢度做節目呢？其實因為咧，我係非常之珍惜 My Radio 呢一個咧咁熱衷去即係義務地去傳播知識嘅一個平台。呢一種咁嘅精神同埋呢個環境咧，喺香港而家呢個情況咧，實在得來不易嚟嘅。咁 My Radio 踏入10周年啦，咁啊，衷心祝願 My Radio 呢個求真嘅精神咧，能夠長存下去。My Radio 生日快樂！咁嚟緊3月18日就係 My Radio 10周年嘅生日啦。首先喺度祝 My Radio 生日快樂。咁喺今時今日咧，好難得仲可以有一個咁樣嘅平台，去俾唔同嘅抗爭者去，無論係學習定係發表意見都好，咁所以首先喺度多謝 My Radio， 亦都希望 My Radio 會有20周年、30周年、40周年，一直咁樣落去，咁繼續為香港廣大嘅市民去提供一個好難得可以攞到嘅資訊。係啦，咁我都覺得咧 ，My Radio 咧就好難得㗎啦嚇。咁我喺度祝賀咧 ，My Radio 繼續咧就長做長有，繼續咧就係播到呢個知識。好，我哋一齊講。恭祝 My Radio 咧10周年生日快樂！翻嚟第二節啦，嗱就大家睇呢個背景睇到啦，就係一本書叫《The Case for the UFO》啦嚇。係。嗱就老實講啦，呢個題目咧其實神秘之嘢咧就一定要講嘅。咁但係咧，我哋做咗成差唔多10年啦，我哋都冇講過呢樣嘢嘅。嗯。嗰個事件咧叫費城事，費城實驗。嗯哼，咁阿幾圖一聽到就知道，梗係話呢個係所謂 UFO 入邊嗰個經典嘅事件啦。咁但係我哋幾中，我哋完全冇講過。都即係網友提及，但冇一個叫全盤嘅但係我諗喺香港咧，網台界亦都即係相當之多節目應該談及過呢個即係事件。咁你就會問啦，咁如果咁多人講，咁點解仲要講咧？就係、是。因為如果呢件事咧放喺嗰個頭先我哋講個 UFO 謀殺案入邊咧，嗰個角度有少少唔同。係。嗱呢件事係點樣咧？嗱我不厭其煩，我首先講講咩叫費城事件啦。如果你知道嘅話，就好簡單啫。1945年到啦，我唔記得一個具體年份啦。係。就傳説咧有一架美國嘅戰艦，佢就係應該喺維珍尼亞州一個 Norfolk 嘅港口入邊咧，就做一個實驗啊。係。就牽涉到一個好巨力巨大嘅磁場。嗯哼。咁聽講話個動機咧，就係要將呢隻潛艇咧變成隱形。係。所以隱形嘅意思，我估計咧應該唔係隻船真係隱形，係雷達探測唔到。雷達探測唔到。即係隱形戰機咁嗰種。係啊係啊，理論上應該係咁諗嘅啫。但係咧就件事件咧就據傳説咧就發生咗一個好離奇嘅結果，就係咧嗰個船咧就唔見咗。係。喺一啲濃霧入邊唔見咗啊！咁跟住咧，船咧就出現咗喺第二個時空度。係。咁有啲船員咧，因為咧就喺嗰個時空嘅轉移入邊咧，就出現咗一啲異常嘅情況，就譬如有啲好恐怖就黐咗喺嗰個甲板入邊啊。係啊係啊。咁有啲人咧就好彩咧就去咗另外一個時空，舉個例，好似唔知1970幾年嗰個其中一個酒吧啦咁樣嚇。咁你聽落去咧就完全係荒謬㗎。咁以我一路睇呢個故仔嗰個表面嘅證供，我覺得就基本上冇乜講嘅趣味性喺度，因為實在太神奇，實在太離譜啦，因為牽涉到唔知紐約停電添，咁樣講未來嘅時候，科學上嘅根據又唔係太多，咁但係後邊嗰個故仔咧就正正涉及到，譬如今日講呢個問題啦，嗱好簡單啫，
就係呢個事件點嚟嘅咧？呢、這個事件唔係喺嗰個即係呢個傳説嘅呢個船發生呢件事之後咧，係真係傳咗嚟嘅。嗯，佢就係透過一個好奇怪嘅事情咧，先至慢慢咧逐步逐步。令到其他人會引起一個興趣。咁嗰個故仔點嚟咧？就其實係涉及後邊呢本書。咁呢本書嗱，大家要睇清楚啦。呢本書個書名就叫《The Case for the UFO》啦。咁個作者咧就叫做 Morris K. Jessup。咁呢度有個人名喺度噶。咁咧就點解呢個而家呢個上面咁重要？就因為有咗中間呢堆字，就叫 Viral Edition。即係呢個 Varro 咧就係一間印刷廠嘅名嚟嘅，咁呢間印刷廠應該係屬於美國海軍部嘅，即係軍方嘅一個屬下嘅機構嚟嘅。咁就係呢個版本嚟，咁呢個版本同原本嗰本書有咩分別咧？咁樣啦，咁就要即係呢個故仔咧就由頭開始講喎。咁咧就話説咧喺1947年之後咧就開始美國咧就啲人知道咧就哦原來呢個世界有飛碟嘅咁樣，嗰陣時叫飛碟咁樣嚇。咁有啲人就開始啊就去。查啦咁樣，咁呢個包括有即係好出有科學知識或者冇科學知識嘅，純粹係興趣啫嘛。咁其中一個人咧就叫做即係 Morris K. Jessup 嚇，咁就係呢個作者，就係呢個作者嚟嘅。咁咧就佢自己本身都有一定嘅科學嘅訓練，佢同阿 Sam Fitman 都係同一個級啦，就係大家都冇攞到個博士學位。就佢有讀到，但係冇畢業。咁但係佢起碼攞咗 M.A. 嘅，咁嗰個專業咧就係天文學，同埋應該係物理啊嚇。咁換言之，其實佢就算 V1 得嚟，佢應該有啲基礎喺度嘅。咁咧佢又寫咗本書，呢本書好簡單啫，就叫《The Case for UFO》。就嗱就冇咗呢個 Wow Edition 呢嚿嘢嘅。咁係喺1950年代嘅時候咧，已經寫呢個 UFO 噶啦。咁你可以諗啦，就係話啊嗰個年代寫可以寫到幾多嘢咧？嗱，事實上諗下唔係寫得太多嘢，因為嗰個真正嘅個案喺嗰十年嚟講係一紮啫嘛，係一紮。雖然有啊，都唔係叫做少，因為嗰陣時已經傳咗好多，但係咧都係維持一個嗱。但係咧呢個人本身咧就做咗好特別嘅嘢。原來今日睇嗰本書咧，佢已經講到咧古代嘅文明咧，其實係嚟自呢啲外星人嘅。咁我哋今日去講呢、這個。即係論點嘅時候咧，當然大家都一定係以呢個Von Däniken作為馬首是瞻啦，即係佢即係好似係佢講，但係其實唔係佢講先。呢本書已經有講啦。但係你話硬唔硬正或者多唔多料咧？咁我相信喺50年代講呢啲嘢就即係嗰個資料蒐集方面咧，係相對比較單薄少少嘅。好啦，咁理論上咧，即係去到呢度咧，其實嗰個古仔冇乜特別嘅地方。呢本書1955年出嘅，1955年出。咁奇怪嘅地方係咩咧？奇怪的地方咧就當佢寫呢本書之後咧，佢就好老道，就即係繼續寫啲書咧，都係寫緊 UFO， 但就唔爆啊！呢本書賣得幾好，但係跟住落嚟嗰啲就唔掂。咁咧突然間咧就有一日咧，有人寫信俾佢。咁咧呢個人咧就嗰個自稱咧就叫 Carlos Allende， 咁應該係啲西班牙裔，如果即係所謂 Hispanic 嗰啲啦。咁咧就入邊講啲好古靈精怪嘅嘢。就係涉及到頭先我哋講喺1945年或者1947年嘅時候咧，費城事件就係費城事件，就寫好多信俾佢嘅，即係陸陸續咁寫佢。嗱佢收到嗰陣時，佢都覺得即係實在太 V 話，佢都擺埋。好啦，咁喺另一條線咧，出現咗好奇怪嘅地方，就係成件事最奇怪嘅地方係咩咧？就係咧喺呢個即係書籍嘅同時出現嘅時候咧，就美國嘅海軍。其中一個研究機構就係、是、應該美國海軍研究部，就係、是、一個在 Admiral 啦，應該我如果冇記錯，應該係上將定乜差嘢啦，喺海軍嗰個軍銜嚟講，就收到一本書，咁就正正係呢本書嚟嘅，即係 The Case for the UFO， 即原裝版嗰、那個，原裝版嗰、那個，係，但係多咗樣嘢，呢本書入邊咧有微批，annotation 啊，係，而且微批唔止一個批㗎，嗱，所以唔止一個批，我哋唔知係邊個批，嗰本書上邊喺不同嘅頁數入邊咧，有紅色筆，有綠色筆，有藍色筆。咁我即係而家有三種。咁如果你根據呢個推論，好簡單推論，有三個人批過呢本書。咁就寫咗啲好奇怪嘅嘢喺側邊。好啦，咁一陣間先講啲點奇怪啦咁樣。嗱，如果作為一個海軍元帥，佢收到嗱，其實呢兩件事係黐埋嘅，即係會嗱，再講一次就係、是、呢個人佢寫咗本書之後咧。就有人寄一扎嘢俾佢，收到封信，收到一扎信。而海軍咧又收到
呢本書嘅一個有微批嘅版本，嗯、而且咧呢個嚟寄嘅人咧係 同一個人嚟嘅，即係話寫信俾呢個人。西班牙嘅呢個 Carlos Allende 呢個係寫咗，即係做咗兩樣嘢。嗯，其一就寫一封信俾，其二就係掉咗去海軍部，俾一本書，跟住有一個微批。嗯，咁如果咧，如果你係海軍部嗰、那個負責人咧，咁好簡單啫。如果我當其時咁，我將呢本書掟我垃圾桶度。嗯。但是當其時的海軍部沒有做到這件事，他繼而是將這本書拿去印刷廠，就是這間，是連那個微批印出來，接著發放給海軍部入面的最高層的人，給他們做參考，有這個快腦了。好了，問題就來了，裡面就是那個微批涉及到什麼呢？微批那裡就精彩了。佢呢本書咧，只不過就話頭先我哋講啦，就係嗰啲譬如話涉及到呢個UFO 啊嗰啲，佢就係做嗰啲第二三手調查啫。哦，邊度有我就去睇問，或者古代遺跡咧，就疑似同外星有關咁嗰啲啊。咁但係咧，呢本書嘅微批咧，講到一啲日後喺六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開始見到嘅嘢，例如見到 Grace 啦，例如見到呢啲即係時光旅行啦，不同形狀嘅 UFO 嘅嗰啲型咧，或者係一啲喺呢個後期嘅呢個 UFO 嘅事件入邊先出現啦咁樣。如此類推咧，甚至有一個咧，理論上當然應該冇人知嘅，就係咧，譬如入邊提到咗咩咧？喺嗰封佢俾嘅信入邊提到咩？就是、一種叫做硫噴妥納。或者叫冒流代巴比通，咁你聽到之後其實係一啲元素嘅藥品啊，藥品啊，巴比通好簡單，巴比通食咗就等於吸毒咁樣啦，咁樣。咁呢個咧就喺納粹時代咧其實有用過嘅，就叫做套真藥，即係打入去之後咧，你個人會放鬆，咁你跟住講嘅嘢，人問你嘢咧，就會答咗啲好似誠實豆沙包咁樣啊，誠實豆沙包嚟。咁理論上呢啲嘢咧，當其時應該冇，就算已經出現咗啦。不是一個普通人會知道的東西，但竟然在這些信裡面和這個微批裡面都出現了，而奇怪更加奇怪的地方呢，就是這個微批呢竟然美國海軍部拿去印，印完之後再派，但是說它裡面的資料呢就相當之不是原裝版的那個，那些批的資料相當重要，要值得研究。現在這個微批這個版本呢，大家不用怕，呢個大家喺網上咧唔使買都揾到嘅。嗱，我就唔敢擔保話佢嗰個真實性啦。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其實都應該係真嘅。真嘅意思就唔係話佢入邊講嘅嘢真，係呢本真係喺當其時佢哋即係揾咗出嚟。係值得去研究嗰啲批。揾咗出嚟之後咧，跟住可以喺留低一兩本。俾人後世嘅人咧，係攞咗嚟印翻。咁而家你喺Amazon買得翻嘅，甚至唔使買嘅，因為呢本書咧有嗰個上咗網咁樣，上咗網公開咗，直情上咗網嘅。即係你可以睇埋嗰個微批，印證翻，譬如今日譬如見到呢啲所謂嘅 UFO 嘅事件，同嗰陣時候咧所講嘅咧有啲咩分別嚇？好啦，咁呢件事嗰個結果點樣咧？呢個事結果咧就係1959年嘅事，啊唔係仲講漏咗一樣嘢。除咗咧佢哋攞翻咗呢個嘅書，即係有人之後咧，美國海軍部咧係召咗呢個人過嚟啊。即係呢個 Morris K. Castle， 即係去海軍部度結，去呢個華盛頓，美國嘅海軍部度去問佢。咁問佢嘢咧就唔係涉及 UFO。問佢係呢本書，即係你嗰時嗰啲料。唔係啊，你識唔識寫批嗰班人？係啊，識佢啊嚇。咁而家大家後邊見到咧，呢個就係嗰個有微批有 annotation 嗰個版本嘅 PDF 版嚟嘅。咁仲好咧，就係咧頭先我講嗰度咧，就係你係喺嗰個道嗰度咧，就簡單介紹過頭先我講嗰段歷史。咁咧就涉及到呢個入邊嗰個內容嗰度咧，佢亦都好好彩咧，就係佢將所謂嗰個微批嘅形式咧，照單全收擺翻喺呢本
呢個 PDF 版，即係射印出嚟，射唔使射印嚟，而家你睇到㗎，係有綠色㗎嘛，係有乜嘅，有藍色㗎嘛，有紫色㗎嘛，呢個全部就係當其時用翻嗰、那個嗰、那個墨水喺嗰度射咗出嚟㗎，係 OK。嗱，佢好奇怪，佢嗰原本書係用乜嘢墨水去寫，佢照喺嗰、那個嗰、那個那個印刷係印翻出嚟㗎，係。咁你就好難解釋，即係一個咁威旺旺嘅嘢，點解？美國的海軍總部會咁認真對待，會認真對待嘅。咁啊，嗱入邊喺個微批度提咗一樣嘢。嗱，呢個係幾聽先啊？喺五十年代噶，喺個微批入邊講咗咧，外星人有兩類，一類對錢地球對地球人係善意嘅，一類對地球人係惡意嘅。嗯哼，係嚇。咁呢個概念咧，係要到六十年代開始有所謂嗰個腦劫事件之後先至。浮現出嚟嘅，係啊係，但係竟然呢個講法喺五十年代呢個微 annotation 微批入邊已經出現咗啦。嗯哼，係，嗯，咁咧就問咗之後咧，嗰、那個當事人咧就離開咗啦。嗯，咁咧佢嗰個經濟嘅條件咧係繼續惡化嘅。嗯，出現嗰個情況咧，一啲精神嘅異常，係開始疏疏地，嗯哼，開始情緒低落。嗯，咁結果咧就喺1959年係。在一個繁忙的公路上面引駁一條氣喉，在那個車的死氣喉接駁入去車裡面，自己吸住自己自殺身亡。那你聽到之後你覺得怎樣呢？這個我聽到怎樣，有些不是他這本書你會看到他是帶來了一個 很大的迴響，有人 很認真地去看他那本書，啊這個、你而且是在海軍那裡都有一種這樣的回應，但是可能就造成了裡面他在那個見面的那個時刻的時候呢，他得到有了很大的壓力的，這個是 的他有說過，就是說他見完之後呢，因為我們現在不知道他見的時候是跟具體說過什麼，但他見完之後就開始說他身邊的人說他開始疏疏地了，那個最後結果就是似乎是一個自殺，但是呢事隔這麼多年有人就認為呢其實不是自殺來的，是有安排來的，是的，這本書裡面呢他就會提到呢，在當時這本書裡面的微批是先於在六十年代講的什麼呢？舉個例子，譬如 Mothership 母船，同埋咧就係呢個小人啊 ，little man 啊，咁呢個就係頭先我哋講緊就係嗰啲 grey 啊，嗱啲咩嗰種。而家事後佢講翻嘅時候咧，其實好多人去回憶翻，即係當事人回憶翻嗰個羅茲威爾嗰陣時，見到啲咩咧？見到啲小人嘅，即係四尺、三四尺。但係呢個唔係當其時通街都知嘅嘢嚟嘅。當其時只有好少數人，即係見過呢、這個係唔敢出聲講，亦都好似我哋第一節講嘅又話啦。其實喺呢個所謂謀殺。即係被懷疑謀殺案之前咧，又出現咗另一個 station 嘅，就被恐嚇。羅茲威爾嗰啲好多個都經歷過呢樣，甚至如果你而家睇翻喺網上嗰啲喺當其時係細路仔或者細路女見過咧，而家回憶係喊嘅，因為係有個警長揸入嚟揸住碌棍，就如果你噏嘅話咧，就一棍咬死你咁樣。咁你佢哋而家幾廿年之後回憶都仲因為歷歷在目，記翻到呢啲咁嘅事件，感覺上嗰種恐嚇。咁除咗呢個之外咧，仲有咩咧？就有譬如 deep freeze 啦，即係深度嘅冷藏啦。仲有咩咧？就係magnetic and gravity fields。咁嗰個係代表咩？因為喺呢本書入邊咧，其中一個即係個微批入邊講到就係話太空船啊，喺外太空嚟嘅太空船係透過乜嘢嘅方法嚟咧？就透過反引力。嗱，呢個又係超前嘅，呢個係當其時未有。你嗰個係50年代嗰時未提及，未有呢個概念啊嘛。我哋睇嗰時都係已經係60年代尾、70年代頭嗰陣時間咧，就會廣泛咧有呢種咁嘅即係研究嘅資料掉出嚟。係啊，咁另外咧就係譬如佢哋講到呢個入邊講到 telepathing 啦，就係心靈感應啦。咁呢個亦都唔係太奇嘅，因為呢樣嘢可能喺19世紀已經開始研究啦。係，但係將佢放落去嗰個叫飛碟學嗰度咧，就再遲啲添。係啊，係其實反而咧係東方最早嘅阿錢學森佢哋嘅研究咧會多啲啊，西方唔係開頭就即刻講呢樣嘢嘅。咁另外一個意念呼喚外星人，佢有個呢個要好遲啦，呢個都唔係去到50年代。都係阿錢學森都係開始70年代嗰個期間嗰時，冷戰期間嗰時啊。
咁另外咧就係、譬如佢亦都嘗試喺嗰個微批入邊解釋咧，點解有啲好奇怪嘅風暴同埋雲狀？嗯，咁呢個又係到到近年先至開始係好廣泛咁嚟去將佢黐埋落飛機學嚟講咯嚇。咁 anyway 咧就係、我個人對於呢個事件嗰個重心咧就唔喺個費城事件入邊。嗯，我蘇花，我到到依家我都覺得費城事件係假嘅。嗯，那個事件的重心咧，甚至而家喺一般即係出邊，即係對呢件事件係關心嘅主流嘅意見咧，就反而喺即係點解美國海軍總部會對呢本書同埋呢本書入邊嘅資料個興趣咁大？嗯哼，啊，佢呢個其實佢裡面嘅，如果當用而家我哋依個叫21世紀啦，2011幾個時期咧嚟睇嗰陣。佢裡面所講嘅即係等同於飛碟嘅通識學嚟嘅嘛，嚇咁咧佢咧將一啲叫古代嘅嗰啲叫飛碟嘅留低嘅一啲即係疑似飛碟嘅文獻，就用翻當時咧即係47年咧即係嘅飛碟即係 UFOlogy 呢個 term 出咗嚟之後嗰陣咧，用一種叫做咧介乎科學同埋就咁叫資料蒐集嘅之間嗰度咧，就係而成嘅一本叫做普及嘅。即係資料普及嘅書籍嚟啫嘛，但係咧，我覺得佢就最有趣，你就係頭先講嗰個嗰 part 就係話批嘅嗰人，如果喺嗰個年代嚇，佢講佢就預測到咧，即係呢啲嘢咧，就去即係70年代嗰度好廣泛咧，啲人去研究嘅嗰啲嘢之嘅話咧，即係咧佢得到一本書，而批嘅嗰啲書嗰啲人咧有兩樣嘢，第一佢咧就係叮當嚟嘅，來自係未來嘅，第二就係佢當時佢已經。擁有咗依種咁嘅information， 而佢就係對應翻呢本書咧，就覺得佢講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做一個叫注釋，將佢豐富咧咁嚟整。整完之後咧，佢就係、就亦都有一個最重要嘅行動嘅，就揸住本書咧，我寄俾你依個海軍，即係講俾你聽咧，你唔好忽視呢本書佢裡面所觸及嘅啲價值，即係咁樣。咁嗰個咧就何解會令到呢個作者咧，佢後來咧即係有依種事件出嚟咧？咁嗰個咧就都一個好關鍵嘅線索嚟嘅。咁但係事隔咁多年咧，都冇結果啊嘛。咁但係你隔咁多年之後咧，唯一大家知道咧就係呢個所謂寄信，自稱寄呢、這個寄信呢個人咧，係到咗70年代之後現身。係。咁佢亦都講明㗎啦。入邊嘅嘢係偽造嘅，係假嘅。但係即使佢現咗身，即係講嗰啲嘢係偽造，或者係呢個係一個惡作劇嘅話，都解釋唔到點解當其時嗰50年代嘅海軍總部會對呢本書咁重視。咁成個問題嘅關鍵就喺海軍總部同唔喺其他人嗰度。當然其他人即係好重要嘅角色就係佢哋點樣去即係同呢個海軍係咪有間接或者地下的聯繫，係成件事想整蠱某一個人咧。係，咁我哋唔知啦。係，呢個係你可以用一個角度嚟講，一種挑撥事件嚟。係啊，總之我整完咗之後嗰陣咧，跟住有死 Q 我係噏嘅，噏嘅，即係咁嗰種。係啊，咁但係入邊有一個幾有趣嘅疑問咧，就係喺50年代咧，其實已經知道咧，或者已經講到咧，外星人係唔止一種。咁外星人唔止一種，喺50年代點解會出現呢？我又覺得係幾難解釋嘅喎。係，因為你大嗰陣時係見到飛碟啫嘛，但係涉及到見到外星人呢啲，即係話可以認得出有不同嘅外星人，呢個唔係即係第一時間可以做到嘅嘛。係啊係，佢究竟佢第一佢究竟有係咪真實存在？嗰啲屍體係咪真係我哋所謂嘅嗰啲叫外星人？第二咧就話佢嘅嗰個動，如果你話講佢係一個叫做有兩種嘅，就係話佢哋有惡意，有惡意。佢喺呢個地球出現咧，佢有個動機，有動機咧就亦都認證咗就一善一惡嘅，即係咁嗰樣嘢。咁同埋咧，佢俾個名佢嘅嗰個外星人咧，善意同惡意嗰、那個那個分別個名係咩咧？分別咧就係一個叫 LM， 一個叫 SM 嚇。係衰嗰個叫 SM 啊！我唔係，我而家請翻先佢呢度解釋，即係邊個係首先啦，嗱 LM 咧就係 peaceful 嘅，係和平嘅，係即係 close encounter 嘅第三面接觸嘅嗰班咧，係啊，同你到都地道嗰個，係啊嚇，係嚇。咁咧就當然啦，如果佢話佢係善意，咁梗係講多少少呢個 LM 就SM 就唔講咁多啦嚇。咁但係紙入邊嗰個咧，譬如話涉及到嗰、那個物理學方面咧，就只能夠有一個牽涉到啦。
就係佢對當其時咧，愛因斯坦臨死前咧個統一長論咧有特別嘅興趣。咁但係大家知道喺物理學上嚟講咧，嗰個係死路一條嚟嘅。即係以而家嗰個物理學嘅主流嘅睇法就係話咧，愛因斯坦喺嗰個末即係晚年嘅時候去研究呢樣嘢咧，基本上係完全冇任何嘅進展。啊，只係講到個方向嘅啫。係啊，咁但係冇嘢 back up 到嘅。喺事實上喺60年代打後咧，嗰個成個物理學嗰、那個。真係發展到嘅地方咧，就係主要喺量子力学方面嚇。咁、如果你話統一長論嗰度，佢透過嗰個所謂對個引力嗰個研究，同埋磁力嗰個研究，將佢兩個夾埋之後，可以形成到一種力量咧。咁呢個到而家都唔得嘅。但係就喺呢本書入邊咧，佢哋就話啲飛碟。即係飛船啲可以嚟飛行嘅嗰種方式。嗱，我強調一樣嘢，嗰個應該唔喺本書入邊，係喺個批嗰度嗰啲批文嗰度應該。呢70年代都已經開始用呢個方向嚟講嗰啲飛碟嘅嗰種叫飛行嘅嗰種原理嘅。咁對於呢件事嗰、那個即係結論咧，如果有嘅話，以我個人嚟講，咁究竟係咩嘢咧？咁樣。我自己睇翻而家嘅料咧，即係喺網上俾我料咧，我覺得呢個人自殺機會唔係太大。如果就算他是自己去、做這些行為呢，我覺得是基於 一種外來的壓力去做到、即是 他可能真的自殺、但是可能是因為即我覺得最高可能是因為有某些人要逼到他要自殺、但你寫一本這麼離奇的書會令到有些人去做這件事呢、我就覺得入面必定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是即是中間還有一些迷區，我們 要去找它出來。是的，這個牽涉到什麼呢？牽涉到就是在50年代開始、其實美國政府已經是對於一些、涉及到外即飛碟學、或者是掌握第一手資料的而不在政府的控制範圍的人呢、加以、壓力、和監控。咁點解會知道呢樣嘢？就係因為咧有一個好著名嘅雜誌，咁我唔記得係 Amazing Stories 定咩啦，就係嗰個主編叫 Ray Palmer， 咁佢係即係其中一樣嘢，佢當然佢就係創造咗呢、這個即係飛碟有飛碟之前創造呢個飛碟嘅想法嘅人啦，喺嗰個封面都封面係畫咗出嚟噶嘛，飛碟噶嘛。另外一樣嘢就係咧，佢話咧呢個地心咧係空嘅。係，嗰度咧就有一啲另外一啲生物喺度嘅，係有智慧生物。咁好奇怪，理論上呢啲咁威嗡嗡嘅嘢咧就冇乜人理嘅。但咧佢聲稱咧就喺佢嘅雜誌嘅初頭嘅期間咧，係有即係有一期係講飛碟嘅時候咧，係有美國嘅官員咧去走去同佢嘅出版嗰個社嘅老闆傾偈，就叫佢唔好出嗰期。即係變咗好似好敏感，但係其實嗰個係一個叫科幻嘅奇幻嘅雜誌啊嘛。即係你嗰陣時係講科幻嘢，你都即係有咁嘅壓力㗎，係咪？係啊，咁啊，而且你50年代嗰陣時間咧，我諗就都特別一提嘅就係引發嗰個外星政治學嘅嗰個時間嚟嘅。咁你話係唔係話所有嘢都去咁咧？咁好明顯唔係啦。譬如舉個例，50年代有地球停轉日啦。咁但係我哋以前講過嘛，成件事本身。如果在媒體出現或者在影藝界出現呢、這個是在 CIA 必定有插手的、換言之整件事即大家要理解一個重心不是說不可以說、而是要根據他的引導去說、要根據他的方式去說、這個才是整件事的重點的，即是他的可能關鍵就是 他是很恐慌的，譬如好像這些譬如無論是科幻或者叫老作或者一些叫啲人嘅嗰種叫做係未必會咁專業嘅研究裡面咧，就碰到一些事件，或者有些字眼無意中噏咗出嚟，而佢哋咧就覺得咧係會出現一些大陸嘅問題嘅，即係話有種好似俾佢哋嚟講咧就情報洩漏嘅一種擔心嚟嘅，無端端俾你講出嚟，嗱咁而家呢個咧就係作者個樣，即係個真相嚟㗎啦。咁嗱，你睇啊，嗱呢本書咧，同頭先我哋講嘅有分別噶。嗱呢個就 The Case of UFO 呢本書，而家買唔值錢噶。值錢咧就頭先嗰本。即係加埋呢個 Viral Edition。批註嘅。批有微批嗰本。咁所以大家要識貨啊。好啦，我第二節要結束，我第三節反嚟講啦，就係另外一個更加離奇、更加
即係理論上應該更加引起大家共鳴嘅殺人事件，唔係謀殺事件，二次謀殺事件。